生命电视与您一同以菩提心观世间情。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语。咱们讲到金焰菩萨颂，啊，赞叹佛的实力，赞叹佛的实力啊。佛的实力呢，就分七门了，嗯，一个利益、四明、自性、作业、次第、差别、四闻，嗯。知道他的名。在鉴别什么呢？鉴别他的作业，作业的差别不同，嗯。什么叫利益呢？解释利益啊。大智度论讲，显佛有真实力，令一切外道心服。就是二乘人希望向往佛的实力，菩萨呢仿照佛的实力，效仿佛实力去行菩萨道。实力啊，他说他有十种的作用，十种。佛的力有十种作用，这个力啊是对着景说的，对着景说的。这咱上头讲过了，再重复一下啊。力是力度，有什么力量？他知道这个生上当度不当度，可度不可度，知道他的业力。有障无障，障碍的深，障碍的浅，障有种种不同了，嗯，对，业力定力知道，叫味禅呢，禅有一定的味道，知味不味浊，在修禅定的时候有种欢乐，定生喜乐呀。那但是不执着，不执着，不执着外，根力，就知道众生的根相，他具足的智慧大小，就是根力，欲力他要求是什么，他希望向往什么，他什么能得到，乐求嘛，就是求得嘛，性力也知道心里所趋。他趋向的浅吗？啊，趋向只是了个生死就行了吗？他趋向于利益众生，行六度万行吗？对，就是性力，就是原来的本相恢复到什么程度？就是开路了，明心见性了，明心见性了，见性到什么程度？根本自。照理方便自照事，这是照理照事上，达的是深度如何，就是身心所趋，智处，对，智处就是筹量思维观察，这个众生因为哪个解脱法门能要得到解脱，许命令，直到这一生啊，这个众生多生累劫所积累的善根，
这就指着佛的实力说的啊。那你不知道过去他多生累劫说修行，他修个哪法门呢？如果你是这个佛的教授，跟他过去所修的，他习惯很成熟了，一说他一习就进入了。就像我们啊，不知道我们过去做些哪些个错事，还有做了些个哪些个开智慧的事，这许明字，过去单叫许明字，有这种智慧知道的，生死，生死，生到何处，死了之后，在这个地球，在这个世界，寿命尽了，又生到他世界，死的时候的，走的时候好坏，生的时候的好坏，都能知道了解，漏尽不同了，漏尽呢，把一切烦恼都尽除掉了，这叫漏尽通，通达了有力量了，直到众生当正得了，不生不灭了，这叫漏尽通。佛以这种力量来审度一些众生，度化一些众生，这力量能摧灭烦恼，能摧灭冤敌，所以叫力，加力这种形容，是不是？摇一众生的时候，说法一定要契机，契机，法契机就产生能量，产生的力量，这个能量是功修功得来的，是摇集一切众生的时候，能使力跟众生所具足相应了，这是摧伏魔怨的意思，所以都叫力，解释自性，自性呢就是最胜殊性本具的体，很殊胜的，是自己本来具足的，就是什么呢？说是慧根，慧根，以这个为他的体，为他的体，在菩萨地，菩萨地，在菩萨地的时候，他的性是以慧殊胜的，再加上实力，那这个慧啊比自性，直到处非处之力，本来这个力是什么呢？信力、定力、尽力、念力、慧力，就是咱们说这个无根无力，科证他从他的实体说，无根就是他的相，而相应体，对法讲啊，相应是吧？心与体，这个体性，这个心与所外头的景，相应，相应。Yeah, 受想行识，这是四蕴吧，受想行识四蕴，这是性，这个法跟他这个性相应了，但是这个性与道共，与定共，与慧共，这是无漏色，无漏色，然后无印的体啊，这个色是无漏色，心体呢是受想行识这三个合而为的，这不立文在的，在理上泛而入世，能够去掉这个
折，折子佛不叫你做的，你犯了，就是犯戒，犯戒就垢眼，垢眼就是不净。那么心里头能够知道众生的他所做的业，对于他所受的戒体犯了，那助他摧毁，摧毁什么呢？摧毁这个犯业的业障。但是华严经啊，是一切法性遍，一切法，一切法都是相，这叫无奈法界，一切都圆融，这叫自性。体片些处，一切处都是体。这以下的文呢，你都要详细说的啊。这大概举这么例，这个引证的法呢，引证很多的，或者引读医学四谛论的，引读自得论的，拿这个显示，显示，显示华严的圆满意。但是他那个各个的力度啊，各个的所说的力度啊，他都不同的，在每个经每个论说的都不同的。在华严经是引证来做解释来说的，它不是华严义的啊。还有这个实力的呢是有差别的，差别的是众生的缘，众生的缘差别，那佛所以对众生的随缘力度，那个力呢就不同了。说总说这实力是包括法界之内的一切许命，过去现在未来，包括三世的。那这实力讲的很多的，每个经都说的佛的实力，佛的实力。大致咱们就介绍这些吧。尔时金刚金焰圆满光菩萨摩诃萨成佛的身力威力，普观一切道场众海众而说颂言：佛曰，修佛悉修行菩提行，宇宙境界解明了，处于非处境无奈，境无余，只是如来出智力，只是如来出自力。最初就讲处非处自力，第一个讲的第一个记啊，第一个记讲就是处非处自力。就是善因得善果，必然的。那善因得善果，就是处，这个处呢是四处，善因得到善果了，这就是处。善因得到苦果了，苦果是哪果了？无有是处，说不对了。应当什么呢？应当是乐因得的是苦果，善因呢得的是乐果，不是苦果。这叫处和非处。处者呢就是建立的，建立这个道理。他什么意就得到什么果，神因就得到果，得到什么果，果是所依的。那能得着果的法就叫处，这个处。而如来的正知，知道，知道是这智慧的力，就叫智力。就是因果相当就叫处了，因果不相当了那非处了。
所以佛往昔修行的时候，在一切境界上证得了处非处，没有疑惑的，此是如来的最初一自利。第一个自利嘛，这个利就是指处非处。如悉等观诸法性，一切业海皆明彻，如是于今光满中普遍十方能具言。这个是业报自利。于是呢，一切思论叫智业自利。业呢，就是作用业，就是所做的，在过去、现在、未来，所有做的善呢，一切身口意是善吗？是呢。业有善呢了。那所做的业，业所感的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所做的业，感到你受用的时候，你所受用的跟你所做的相应了，这就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业报相应了。佛悉能了之，说你占的善恶的业，所感的善恶的果，这叫业力。这个业力啊，是指着众生所造的业，所造的业。说如果众生造了杀业了，自作业。一定堕地狱。那你随着你所做的业所感的果，这个就叫作业。往今修之大方便，随众生根而化佑，普使众生心清净，故佛能称根自利。根呢，是指众生的五根说的。根有胜有劣。佛是无眼圆明的，咱这个根呐、眼根呐，非常的劣，是障碍的，不是通达的。障碍的要一张纸隔上，你看不过去了。就是在这个寄诵里头说，右眼是障碍的，不是通的，右眼是奈非通。天人的眼睛，这是指说他看世间啊，天人的眼睛是通非奈，它是通达的，没有障碍的。慧眼有了智慧了，修道得了智慧了，这个慧眼睛当观熟，就能看一切世间法，观熟地的地理，法眼了真空，法眼才能看到真体的体理，晓得一切诸法体性是没有的，真空就是理说的。佛眼呢，就观一切，佛眼圆明。这仅仅是这一根，根根都入善。根圣的，那修道所得的；根劣的，造业所得的。业之殊胜，表现他的根的智慧的力量大小。就是信心，信得很深的那根圣，就讲那个
现见念定慧，这是五根，这五根啊，他的圣和廉，要对于正知的、正信的、正念的、正定，产生智慧、正慧。这叫，但是这个自和力量呢，有圣有廉。圣的原因，佛知道一切众生的他根呢是圣根是劣根。我就我讲的例子，就是他这个眼睛啊是耐的，不是通的，劣根没问题。所以这眼睛是通的，不是耐的，中等根，也不是殊胜。他对熟体一切法都能观得一切入一切诸法入梦幻泡影，入露入电，这种观的，这有慧，有慧根的，这就有慧根的，再看世间一切啊，无常的、苦的、空的，这有慧的，是吧？正知知正法，这是圣之力，劣之力呢就不同了，不知道。不知道，那么佛能一令一切众生，一切众生随着众生应以什么得度，应以何法得住者，用什么法度他，让他成就根之力，就是现尽念定慧，五根能够产生五力。如若众生解不同，欲要住性各差别，随其所欲应为说法，随其所应为说法，佛以智力能入世。这是解之力，这叫圣解。信解行证嘛，就是解。观一切诸法，先后次第，先后次第。一切众生的耐欲，他的耐欲，耐好是什么？他信什么？喜欢什么？有贪财的、贪利的、贪名闻的，喜欢修定的、喜欢修慧的，种种不同。如来能正知。正知呢，让他把那个不相应的、不净的，舍掉，增长清净的，让他成就许所习的，但是这得有种智力，没智慧力量怎么能了解呢？有种种的解地之力，普尽十方诸刹海，所有一切众生界，佛自平能入虚空，悉能显现毛孔中。这咱们所讲那个戒之力，咱们经常讲法界性，说这个戒啊就是性，就是体。不正的一生根性好，三生根性好，一切生的根性好。从什么上翻？从贪嗔痴上翻。所谓八万四千行，有种种的相。性是什么？就是种子。结呢？结就是现行。有种子了，发生现行。性是呢，集聚的，集聚的相，集聚的相，性的内欲，外头的用，性里的里头的思维，
作业，外头的所有的动作，那这个作业得一定受到果报，说啊，《瑜伽论》的说，超圣洁所起的相似种子，这个是由竭力而得到的，有智慧的一照，就知道这个种子上的差别。种子的差别是因为它性里头所有的智慧力、戒自力，因为它酒席成性了。懂得这个道理了，就是种种的戒自力，就是了解一些众生，随他的根性，随着根性而教化之，给他说五乘之法，说大乘、小乘啊，中乘啊，一切处行佛尽之，一念三思必无余，十方刹界众生时，悉能开示令现了。这叫一切之处道自力，是骗一切处，骗一切处，这骗行取，骗行取啊，他的智慧力量，骗一切，骗一切叫趋是自道一切，骗趋行就是行啊，他的自力啊，骗一切，趋自道也，就是道一切处，修行即是道。道即是修行，而众生他有种种所行的不同，修处理行，处理行，处理跟不处理，不处理啊。像我们对世间的五欲境界，要厌离，要处理。要处理，这个处理跟不处理都是感果的。说你行有漏的，有漏的嘛，在五道都是漏漏的，有漏的事业，有漏的行为，无漏，无漏就是涅槃的，涅槃嘛，有二乘的涅槃，到一直到如来的涅槃，要骗取行，骗一切处，要知道这些种种的行，就是你所有做的，它是要趋入的，趋入境界的。由于这个法性的智慧，由于戒制，能知道他所行的跟他所得的相应了，就相应了，知道他所行的是杂眼的，感到说感果的是不清净的，一切都是杂眼的，骗取智力，一切取，或者取人道的，取畜生道的，取恶鬼道的，反正骗取。得在佛来利益众生时，都能叫智处、非处啊。德国的处，跟那抽的果是抽阴的，抽阴这个处，处啊，就是所感的果了啊。佛能迅速的知道，知道，知道什么呢？是处、非处。有没有投胎投错了的？有没有？有没有中间他截止了的？有没有？我以前讲过这个故事。在这个有时候
他这有行错了的，他马上又回转来，这跟这个的这个处非处啊，这是，这有关系的，就是业的关系。这业没成熟呢，果现前了，这果是不对的。我正讲我们黑龙江这么个故事，就是齐齐哈尔。我小时候听的故事，听到就把它记到了。后来学了佛了，这个道理有道理，我经常琢磨他这个事儿。对，一个小女孩，大概11、12岁吧，感冒了。但我们那边缺医少药呢，也没找医生看。一般乡间传的土法子，拿点红糖啊，煮上一碗姜水啊，让他喝了啊，拿背上蒙蒙发发汗呢，感冒就好了。这样子，那小女孩感冒了，她妈妈也是给她拿上姜汤，给她拿这个被啊，怕她发不出汗来，盖一双被，盖两双被，盖好几双被，把她让她发汗。这发汗呢，就把这小孩闷死了，闷死了。他妈妈就帮着做别的事儿去了，这小孩在这个，他是死了，他是灵啊，就他的魂呐、就出来离开他肉体了。他感觉太热的受不了，他出去吧。其实是他的神识，就到大门口啊，风凉风凉，出的院坝子。正打他这个时候，我们那边就那个时候就是马车了，一个大马车，上头坐的跟他差不多相等的。都是这么大岁数小女孩，那上头招手让她坐去玩，她也就跑上去跟人坐着玩。这个车子他们在村子东头住，这个我们那边都是大村子啊，一个村子有好几百户呢，或者一两百户，而几十户的村子很少。那干什么呢？大家聚会都是力量大呀，怕土匪呀，怕这个抢劫干什么，人多了就不敢了，土匪也不敢抢了，是这样意思。我们那边有大村子，还有我们那边有边有个土话叫响窑，这响窑呢，说这母子村里有火枪，有洋枪。那时候要有现代进化这个步枪啊，叫洋枪，有土枪，土枪打猎的装沙那枪。说这个响窑，说这个住宅的周围啊，说这个村子有枪有炮火。这么个含义，那他这是很大户的。那他从村子到这个村子东头到西村，人家马车就一进了西村一家大院子里头去，一进去车子就没有了，就听人喊，喊什么呢？生小狗，生小狗啊。这个小姑娘她说，哎呀，我怎么变成狗了？他那一着急啊，他说我不能变狗，他也，他一憋气，一憋气啊，这小狗死了，他这边活了。正在这时候，他妈妈进来啊，看他说，掀开他背，出了一身大汗，他就跟他妈妈说，他妈妈，我刚才做了个梦，梦见呢，我变了小狗了，到西头的，让他说哪个家姓什么，我不知道了。忘记了，这有名有姓的是实际的事情。他妈妈似信非信的，做梦嘛，证实一下看有没有。他妈妈就去到那个村子西头去看，啊，人家生了6个小狗，有一个小花狗死了。小花狗啊是黑地儿白花，那个小狗上啊，身上是黑的，那有白点儿，黑的白花。而这小女孩呢，穿那个黑色棉袄，有白花。这样，这是故事了。听到有这么回事儿，那农村了，听到就是这做梦了，过去就算了。这小孩变了狗又回来了，那他所治的处不是处，他还没有这种果报。这叫差别，种种差别因。这个果呢，不是他应受的，他才回得来。
应受的回不来了，应受的回不来了。嗯，这叫差别因跟差别果。这个因还没成熟，因还没圆满，果不能成熟。成熟，咱们有人死，举个例子说吧，像战场，有时候一个大战场下来十几十万人，都应该这个时候死吗？现在有病的说该死了，该死了活不了，就是说这个没有你，你能活；说这个你因果成熟了，你活不了了。嗯，现在咱们看见这个死人、生人好像很简单，特别大战役、大瘟疫灾害的时候，这叫共业。共业之中还有别业。嗯，这十个人该死，那这个人不该死，他是别业。嗯，比如那飞机炸，或者瘟疫流行，那唐山大地震，朋友有一个他过去是老和尚，这个老和尚，这个和尚在那个那时候三五法就把他斗争的还俗了。我说在一厂里当工人，唐山大地震呢，死了那么多人，他那个住那房子，其他人都死了，他怎么活得出来呢？这个柱子，两个柱子，那一震呢，一倒啊，房子塌，两个柱子抵起来，他就在这个两个柱子空空，害他没死，那待了六七天嘛，那逃了，把他挖出来了，挖出来就问他的自愿了。说等着劫后余生啊，在劫难当中他活出来了，问他愿意什么，他说我以前是和尚，如果许当和尚的话呢，我还是想当和尚。我就满他愿，把他就送到我们中国佛学院北京法院那个法院寺，当和尚，当时看门，他就讲他的故事，就是他该死不该死，那这个时候不该死，这叫是有智慧的就知道，没智慧的就不知道，说这巧合了，对，那么这从我们佛的自力、解脱力、三昧力能了知这些问题。但是一般的大菩萨他不是究竟持，他能详细知，说一念间就能知道三四的事儿，那就看你修行功力如何了。声闻缘觉能知道八万大劫的，八万大劫以前不知道了。像我们啊，知道或者下月十五该干什么干什么，这算不算自立呢？也算自立。为什么？你忘了，没有记忆力，没智慧。下月这十五，你现在没到，等到下月十五了，你忘记了，这叫没自立。有叫记忆力，记忆力好的有智力，他记得，不但十五。把今年这一年到的年底他都记到了，这就有智力。有病了，病的丧失智力了，或者事情忙，把你应该办的事情忘了，这就没有自力，没有自力。但这是浅显的，要说过去是现在是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说都能知道三世之力，那微佛与佛才能究竟。第七个禅定解脱三昧之力。如果你常读《华严经》《净空篇》，你要知道了，言法与净法，一个有漏的，一个无漏的。言法是有漏的，净法是无漏的。佛都能知道，
佛都能知道，佛是清楚了知，而且知道的眼知道这个果，这就叫自力，叫自力。这个自力怎么产生的？禅定解脱产生的，三昧产生的。因此啊，所有讲的实力十种力，这个都说成智慧，这是佛的实力。佛自无奈包三世刹那悉现毛孔中，佛法果道及众生所现皆有随念力，这叫随念，一作意一念，佛智就这样，这一念就包括过去现在未来，包括无量劫的，都能了解。刹那之间，就像咱们摄像机似的，把过去的摄进来了，把现在摄，把未来也摄进来了，那叫智力摄，不是照相机摄不到未来，只能写现象，也不能说过去。但是你早摄的储存起来了，它也是现的了。佛的无奈的智慧，不论过去现在未来，都能够显现，显现是佛自的显现，佛是清楚了了的。乃至于有情世间无情世间果道，一直的果道，佛的教化，乃至所依的依报，还有所教化的被教化的众生，随佛及念力之间都能显现，都能显现。第八种许入，许入随念的智力，过去境界，本身啊本事啊，就是过去的，或者现在的注释的，这是许入。许入呢，许是过去，过去的过去、未来、现在，随他的念力都能了解清楚。那现在呢？现在又有现在的过去、现在、未来、现在的三世，这也算许住念力。还有未来的，未来，未来还没到呢，没到也能知道，随你的念。一作意一显现，具现，具现，具现。前记，这个、寡子前记说的啊，前记一切苦事、乐事、善因、善果、乐因、乐果，种种的因、种种的果，都能清楚明了，叫许住力。这个力即是自，自即是力。当代佛门起诉孟参老和尚，1915年7月13日，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一生学通显密，教通八宗，畅讲华严，力弘地藏，虽蒙雷泄之灾，33载，弘法心志未曾稍歇。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享世纪，享受103岁。感恩孟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少龙佛种，缅怀风范。祈愿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慈悯度众，利乐有情。认识台湾燃灯功德会，本会以宣扬佛陀燃灯功德为宗旨，意在激发众生的菩提心。佛陀的正法宛如一盏带给众生温暖的明灯，除了推广点灯供灯，并凝聚人人燃灯的一念善缘，唤起人们心灵深处的那份光明。功德会主要以推广点灯供灯，
提供社会大众一处燃心灯发善愿的平台。成立至今，国际百万菩提心灯海内外共点3676万7314盏，国际佛前供水海内外供1803万2215杯。希望借由燃灯供佛的善心、善行与善德，普为天下生命燃起慈悲、真理、平等无争的光明。此外，为了培育传递正法之炬的优秀僧伽青年，本会已积极护持国内外各大佛教学府，无论南传、汉传、藏传等各语系正信佛教学院，皆为本会护持之对象。同时，在设伏方面，本会将投入国内偏远地区学童的教学基金及生活资助，以及海外急难救助，如2015年的尼泊尔赈灾，本会皆积极投入救援，让慈悲的信念无远弗届地触及全世界。而为改善国内街友及贫户生活，本会并向各地素食餐厅购买餐盒，或在国内各地成立随缘素食餐厅，免费供应饮食，爱心素食免费便当，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10年4月30日中午止，海内外免费结缘173万3488份便当，宣导吃素的意义，传扬人间慈爱温暖。此外，还有辅导街友就业，重新适应社会。近年来，也加入慈悲关怀老人、老弱病苦关怀，亲至安养院或老人之家担任志工服务。自2005年6月16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中午止，海内外共1889场。八戒离欲求出离，末法慈悲方便门，众等发心求境界，种植出世解脱种。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八关斋戒暨药师经祈福法会，恭请上果下慈法师传授及圆通寺僧团领动，日期11月2日星期二，时间上午8点半开始，下午恭读药师经暨佛法开示，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398986039898986，039898986，宜兰大悲观音道场。药师宝忏除罪障，放生福寿广增延。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礼拜药师宝忏暨佛前大供护身祈福法会，恭请上广下护法师及法务指导僧众群共同领众，日期11月12日星期五，时间上午8点半开始，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398986，039898986，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南北东西四部众，百千刹土一能说，须弥顶上安那供殿。
那的滚多多
哇那那那那耶那摩那摩宝藏地宝藏地那啊呀斯里呀耶那摩那摩勒施食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